啊，李瓜过来了，哇、哦欸！李瓜被直杀，不好意思啊，直接打了两个、啊，位置要扛四个很难，啊，要小心，要非常小心。S 啊，今天表现真的还是蛮好。我是博斯林，我平常训练的方法是限制自己的死亡数，以及自己每一天的杀人数达到一定的程度，才有办法休息这样。这个很夸张哎，这个实在是太强。打一个，哇，右边来了，右边来了，有没有发现？哇，打掉一个收，而且他知道包掉了。对，所以起下去抓他。哇，也是他今天的数据会突破天际啊！其实渐渐参加比赛之后，比较多都是团队的混，就是团队的沟通，所以必须更投入更多的专注力。好，雷傻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打了两个，打了三个。三个四个怎么状态？怎么状态？这个打了五个！哇，等一下，一回五，不是这完全没有出现过的数据哎！今天的本日 MVP 果然就是我们的吴思林 SR， 光是那个残局一回五，对，就值得今天 MVP。我会更努力，一直往前，拿到自己所要的世界冠军。我是吴思林 SF2 职业电竞联赛，我们来了。